取一张方形的纸，对角线对折。打开，另一条对角线也对折。重新打开，将这个点折向中点，对齐中线。另外三边也重复同样的步骤。翻过来，同样将四角折向中点。完全打开。现在沿着这条边对折，此处重复同样的步骤。打开底端，将这个部分对折，打开向内部折。转过来，并像这样对折。将这个部分向下折，将这个部分向内折，将整个折纸对折，得到这个形状。接着像这样轻轻地对折这个部分，纸很厚，所以要用力折。然后向内折，并保持原来的折痕。一只蝴蝶就折好了。